今嘛是2021年7月11号，应该到 Seven Eleven， 所以讲已经桃园 Seven Eleven 算即刚开的开幕的时间足多好。然后就是假先吊大桥高架桥的起，今卖的起差不多一半有啊。然后原底假先大吊桥是这样子设，这样低啊，离合床足低，然后起一个高架，较悬。后摆个直接飞过来啊，飞过来这边。拍。